我今天去看赛子，我的参赛的主题是盖杯，然后我的茶理念就是紫气东来，然后茶理念是喧闹中寻求自我，尘嚣中找到宁静。因为紫气东来这个词，它出自于老子，老子它是一个带给人家一个喜气的象征，就是当初在五百多年前，在没有开国之前的500多年前，然后他国家就是老子他在服务的这个国度里面，他觉得他看破，然后到处都在打仗，都在争取他，所以他就骑着一头牛，他就离开他服务的国家，然后呢，就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之后，有一个观天象的人，他看到一团紫气从东边过来，他就觉得说，哇，在这样子的动乱的国家里面，然后看到了一团紫气，他觉得说，哦，一定有好运，所以这个好运就是老子当初就骑着他的一头牛来到了这个他的国家里面，到那时候他就请老子留下来陪伴他，然后帮他观这个天象，帮他治理国度，所以他就留下了那些孔子、孟子，然后留到今天为止。我觉得紫气东来就是带给人家好运的，然后泡茶的理念也是，泡茶总比就是大家喝茶的时候聊天都是正能量，所以我喜欢茶道。你好，我是这一次的比赛参赛者，李姓刘，刘姓名。那这一次的话，我的这个茶名的话叫半段，它是取名是那个日文的叫做秋的汉堡，就是中途半段这个意思。它这个有一点意思叫做半吊子的意思。为什么这么取啊？因为我原本呢是就是学的是日本的这个千家茶道，但是突然这。临时前一个月呢，有朋友问我说要不要来参加这比赛，我就好，就来试试看，来挑战看看。那这一个月的时间临时做准备，所以可能有一点中途半段的，就是有点半，就是一个月时间有点半掉，就是有点这个戏虐自己，这个叫做谦虚这种感觉。那这里面呢，就是我就有融合了一点这个日本的这个。千家的东西，这个是他的那个茶道具，就是扇子，把它打开来，它里面有绿秋白首，那还会有一些这个 enugui， 就是那种是日本的那个就是手帕，这样都会把它放在这边这样。那到时候动作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日本的一些手势啊，或者是摆放的这个动作有点类似，对，大概是这样，所以。一个人独饮，也可以两三个人。
市长新为静约真性思察，我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次夜运杯比赛，因为我觉得来到夜运杯比赛的时候，其实不是在这个名次，而是能够汇集到这些长辈的一个资源跟他们的向他们的学习的精神，而且能在这边能够看到各位的同学啊，或是师长们，他们怎么用心的把这个茶会办起来之后，所有人凝聚的一种灵性在这个空中中，然后我很开心的说，我也用心的也把我的上课的把它体现在我的茶席上面，这是我这一次最开心的，而且最感到说我们这样一个欢喜心。各位主席，各位嘉义的评审老师，你们好，我是张雨柔，我来自嘉义，今年是第三次挑战运杯的比赛，红尘喧哗，浮凡云烟，当伴随着戴雨臻老师走入到茶文化的世界，这番镜头让我看到心向往，不俗之身，那个多情乃是火眼的境界。我的茶席名呢是川之雅境夜来莲开，我茶的领域呢是领域呢就是海纳百川，包容万物，取其川水，云虚大雅，润泽有情，取其雅木，桃花源居大千园聚，烘茶品饮，川之雅境夜来莲开，茶禅人生。我的茶席名是云水禅心，理念是这个自然无我，安定当下。谢谢。好，那我的师茶茶席名呢是爱与和平，那茶席理念协同爱与和平的一个谐音也是爱与和平。然后我的茶席名是宁静致远，然后我的茶席理念是这个，就是莫急偏入俗要饮。大家好，我叫黄彩碧，我的茶名是众心伴我行，然后我的茶理念是习茶奉茶善缘自然，因为我接触茶艺界之后，我发觉很多人都很用心的在奉茶，然后我想说我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一个茶人，然后感谢这些常常在我旁边指导我纠正我茶艺的人，我一定要学会奉茶，所以我今天特别报名要来参加比赛，就是为了要感恩。茶席理念是安住当此时，平享此刻。谢谢。我是吴春英，宜良里。那么今天的茶席名叫活在当下。那么茶席里面就是当回归自我，就是喝茶就是回归大自然。谢谢。你好，我是施茶人谢琼飞，这是我的茶旅。我的茶席里面是真精进，主题是留住一片宁静。在宁静当中寻找一份茶人的心，谢谢。茶席名茶汤的滋味，茶席的理念人生若得初见，意犹未尽不思还，是茶人邱文君。茶席名清净心，是茶人胡子琪。茶席理念在熙熙攘攘的世界里有一个空间让我们歇息，使空气的清凉恢复自然。三八精进茶席券，与
今天茶席镇以及选手参赛的一个证，每位各一杯选手。我们小壶泡的选手，不是泡茶法中的小壶泡，是最普遍且深植民心的传统冲茶方式。壶的材质有陶、瓷、石、玻璃等多种不同材质，适用于熟茶的冲泡。嘉宾，还有我们所有莅临我们今天这个会场的所有的好朋友，啊，还有我们所有这个来参加我们粤音杯的各位选手，啊，大家下午好。啊，这个第六届的粤音杯，啊，我看到了许多我们的好朋友，还看到了许多熟面孔，啊，从第一届开始，啊，我们的创始人呢，我们戴远征戴老师。啊，在屏东落脚，啊，然后开始了这个粤音杯的传承，那我们一起在这边推广你清茶道，那一起推广我们这个中国的茶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道法，啊，今天非常荣幸在这边啊荣任我们这一届的这个主席，谨祝福今天所有的选手啊，大家都有好的表现，啊，用平常心把我们的茶泡好。然后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啊，祝福今天我们粤音杯一切顺利、吉祥、圆满、成功，谢谢。第二杯，今年的第二杯比赛已经结束了啊，那我想应该他们团队的辛苦哦，应该在这边加以十多万分的感谢啊。那跟往常一样呢，我还是要讲几句话啊。首先给这个第二杯大会的啊，我认为他。每年都有一些改进啊，特别他去年得到了那个通过了这个 ISO 9001的那个验证啊，那这个 ISO 9001的验证就是每年你要做稽核，要做你这个程序的检讨的改进啊。那今年的那个这个比赛的成绩改进了很多啊，比较没有像去年那么冗长，他把那些颁奖介绍一到比赛以后啊，那我觉得去年的话那个选手在现场等了。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改进，那另外就是一个创新，今年还增加一个问答，然后这样也可以增加参与来宾哈选手说会回答人的这个机会哈。那其他的改进当然就是获得了很多人的协助啊，还有捐钱的，这好像是过去所没有的哈，所以他们今年就有机会来提供协助这个平常的这个住宿费用。包括这个午餐哦，是吃饱来才知道发现有午餐哦。哦，所以这个是算是一个给大会的一些改进的哈。那给选手的一些建议哈，当然还是这个茶艺比赛呢，大部分都是一些老问题了哈。我记得去年的话是用那个保温瓶啊，保温瓶比较很热，所以说去年的话泡出来的茶很多选手都比较淡哈。那今年。大会允许在现场烧开水，但是有些选手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你茶艺比赛的话，这个泡茶的时间会比较冗长，就是那个时间哦，记得时间要再稍微短一点，这样才不至于说你泡出来的茶会稍微有一点苦涩。那今年的大会所请的茶，我觉得品质相当高啊。我也去，虽然我没有去参加台中的那个。汇全会的那个献席哈，那
香味的话，香气的话，那个土司金的相当好，相当好啊。那另外还有一些选手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就是说你这个茶席的茶巾是黑色的，那你的茶具呢，最好是跟它有对比哈、哦，有对比，这样才不至于说掩盖了你的那个颜色。因为我们对于茶具的选择，有些是要有对比的颜色，那有些是要类比，就是同样色系的哈、哦。这个是我们在选择那个茶具的时候呢，必须要注意的哈、哦，必须要注意的哈、哦。那整体来讲，今年的那个比赛是相当成功的哈、哦。那以我们那一组来讲，大部分都是选熟香的哈、哦。那给评审的建议呢，一般来讲是，如果有清香的跟熟香的话，一般是先喝清香的，那再喝熟香的。那不然的话，你就是你那个漱口要漱得干净一点啊，以免哈、哦，以免那个互相的干扰哈，互相的干扰。那我想第二杯已经举办了六年了哈、哦，那它的举办的那个程序会越来越成熟哈、哦，那每年应该都会加以检讨。加以改进的、啊、那我想这个是在台湾是一个创举的也是相当的不容易的、啊、那我觉得戴宇正老师应该可以去申请总统那个艺术奖还是什么奖？总统有一个奖哦、啊，他这么努力来举办这个黑羊杯哈、啊，那这个黑羊杯的话，它是一种会奖，是一个言语哈、啊，在大会那么多人来参加呢，我的感觉是唯一哈、啊，我们参加的选手。要没有时间去观摩别人的茶席设计是怎么样，这点是我的感觉是比较欠缺的。那如果是说在布置完以后呢，那还没有开始比赛的时候，各选手可以稍微去看一下人家的茶席是怎样的布置的话，那这样更有学习的机会了哈。那非常感谢那个大会举办这个比赛了哈。那请祝各位与会的贵宾选手哈，还有评审哈，精神愉快哈，谢谢谢谢。各位选手精彩的表演哈。那今天呢，最主要因为黑羊杯每次在进行比赛的时候，都会一些不同风味的茶粉来进行。那今天我们特别去讲到就是关于乌龙哈，经过欧美过的乌龙。这款茶其实不是那么好的品种，本身是因为它可能本身还有带有一点点火味，就是有烟熏的味道。那这个在牵涉到选手在控制茶汤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泡三泡茶，你一个三泡不同的茶，你可能第一次，如果你温度稍高，或者是太久，你就可能本身会有一点点涩味，或者是火味，那变成第二泡和第三泡要去补救。那这个当然也考验到选手本身的功力，那我们比较建议就是第一泡的时候不要把温度放得太高，或者是浸得太久，你预留一些空间给后面的二三泡去控制。这是我给大家在茶汤上的一个建议啊，因为这样子呢，通常因为这是一个比赛的场合，通常呢，我们宁可去做第一保守一点，第一泡稍微去做一些保守的牺牲，第二泡跟第三泡呢，再去把茶它真正的韵味给烘托。我有喝到某一位选手，他的第一泡呢，那个火味非常的重，到后面呢，可能就怎么样，韵味就上不来。那也有选手呢，本身呢，从第一泡比较保守，第二泡跟第三泡它会比较通透，这是我比较建议的泡法，这样子。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呢，等一下每一个人呢领奖之后都非常满意，这样子。谢谢。当然了，这是我自己的这个浅见。我们现在布的这个茶席，今天我看来大家要布了三个颜色。那我们戴老师之前在训练学生的时候，颜色越少越好。因为我们还有一些茶的道具，还有茶汤的颜色，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席花，还有大家的一些茶宠一些道具，
所以在茶席的布置理念里面呢，我们还是以单一颜色为主。那当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学生，就是常来参加这个比赛的选手，大家都是五颜六色，把最好的展现给各位裁判来看。但是裁判呢，一看就是以视觉取胜，整体的造型为主。那我们希望这个今年是第六届呢，将来第七、第八、第九，我们都有改进的空间。感谢我们大会主席，感谢会长，谢谢。说实在，好冒险哈。在讲这一块的部分，真的是很不堪啊！真的，今天又光是这样子，很不好意思。我想礼仪的部分哈，就是说，我们要守，就是说，没有规矩怎么能够成方圆？所以说，礼，我们中国是以礼为周到。今天所有的茶人哈，真的。我们要赞叹，就是说，咱古早人讲一句话啊，就是说，红水乌大班呐，那在选手都是白黑相间，所以说让人看得起来就是很安静，很稳重，这个是还是值得墨学来学习的，真的祝福我们茶人。就是说，在这个精进的路上哈，永远哈精进不懈哈，然后在泡茶的过程里面，能够长妙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哈，带给人家快乐，解人家的烦恼哈。最后，我祝福感恩大家啊，希望我们大会今天能。明年快快乐乐迎接明年的来到，我现在就在等待明年呢，所以你们要赶快再准备哦。祝福大家，感恩。运行家协会创会现任的常务理事，我们卢立珍卢理事哈，他对我们整个运杯的泡茶从第一届开始支持到现在。那么也一向对协会非常非常的付出哈，跟支持跟鼓励。那明年我们交给我们的吴立珍大会主席，我想明年我们会有更精彩的呈现哈，敬请期待。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李主席的掌声，谢谢您的双手，给。谢谢，还有那副董，今天也是在整个下午的市场，谢谢。